聪明食饭。最近伫学校啥款？过了好无？拢适应啊吼？阿母知影你头壳袂歹，嘛足感谢柯大家校长甲你栽培。才有这个机会，予你去读书。紧吃，紧吃。阵那学校大家甲平头章加掉，你就对咧加。阿母只是挂心你，顶届放假回来，你毋是讲有一挂同窗拢无要搁再留头鬃？阿母惊你甲人无相共，过了袂自在，才安尼讲。阿母，咱是台湾人，敢毋是咧？当然是啊。啊，甲鼻头鬃加掉，毋着表示咱已经袂记哩咱是虾米人咧？哪会咧？敢袂记哩？迄当时，你阿爸是安怎送你甲恁阿兄去读书无？就是恁阿爸伊知影时代无共款啦，袂当定活伫咧过去，煞失去搁较重要诶机会。这个道理我拢知。不过我总是感觉，咱即马虽然生活伫日本人的社会，嘛唔通袂记哩家己的根源啊。